者林美雪台北报道，两厅院落实文化平权所推动的无障碍多元服务，于近日完成27席无障碍轮椅席空间。两厅院表示，硬体的无障碍空间优化是两厅院持续推动的目标。国家戏剧院整修后，除观众席全面更换新座椅，并改变过去无障碍座位迁就既有空间而设置于最前排或最后排的情况，重新增设一楼10至12台两侧观赏区，无障碍座位由5席新增为11席。国家音乐厅则重新安排二楼24至26排两侧观赏区，席位亦由4席增为12席，演奏厅则于10排至12排单号侧新增至4席无障碍空间座位。实验剧场因空间运用灵活度较高，可是节目需求规划安排，陪同席则安排于无障碍座位区后方，方便陪同亲友就近照顾。轮椅席平台区亦可视轮椅使用的销售情形，于演出前一个月该以非常设新座椅贩售。除完成轮椅席空间新增，两厅院也透过软体资讯提升人员服务与硬体设施整合，让身心障碍或有特殊需求者能更容易接触表演艺术，体验艺文演出。此外，因应台湾渐入高龄化社会，也提供乐龄长者更便利的友善环境。国家音乐厅无障碍轮椅席，两厅院提供国家音乐厅无障碍轮椅席装置完成。两厅院提供国家戏剧院无障碍轮椅席装置完成。两厅院提供两厅院无障碍轮椅席装置完成。两厅院提供